用双脚响应复苏公益，佛光山金刚寺携手国际佛光会立德分会以及立功分会办理公益健走活动，号召台东区三代家庭共襄盛举。由监寺慧立法师带头喊出你跑步我捐粮，1000公里，所以呢也是会有上百斤的这个米来做公益，所以今天真正落实的不只是口号，我们能够参与啊这么有意义的活动。我想要就是学习佛陀的教诲，就是在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可以帮助到更多人，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除了邻近居民还有学校青年热烈响应佛光山复苏公益，透过健走捐粮传递吃素减碳的环保概念，实践星云大师三好精神，带动佛教善美亲近人群，延续社会公益，让需要的人都能受惠。新闻是台北台东综合报道。